大家好，我是猫顿，又到了抽角雕轮盘的时候。这一次的皮肤是罗娜的专机光辉，机兵我是有的，但还是老规矩，剩下皮肤就停，纯金留给黑洛莎和复仇女神。就让我们开始吧。这个大奖终于不是皮肤了，这次终于可以省一点纯金了。提前把两个大奖抽完了，可惜还剩下一张机兵券没抽完。为了88纯金的一张券再投入，明显不划算，所以今天的轮盘就到这里结束啦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